姚老师回来了啊！现在姚老师坐的车是什么呢？我们的 XC60 致远豪华版啊，现正价格57,900元，优惠价格是80,000元。它是我们的一个 T8 的版本，一区混动的版本哦，宝宝们。它是不单可以加油，还可以充电的车辆，它是上绿牌的。所有上绿牌的车都是什么？都是我们的电车，都是我们的电车了啊！它的颜色是一个珍珠白，它在阳光下，在大太阳下，它的颜色啊，不单单是白色，还有点微微的细。看起来是非常非常高级的啊！谢谢大江，谢谢大江，宝宝们喜欢姚老师的，赶快把关注点起来啊！赶快帮姚老师把关注点起来啊，好不好？是姚老师的粉丝团的宝宝们都有机会获得我们什么呀？我们的实物好礼，实物好礼都是送给大家的哦，所以不要离开。啊，总想打喷嚏。宝宝们，肯定是你们在屏幕前太想我了，我今天鼻子特别痒，一直想打喷嚏啊。好的，欢迎大家来到姚老师的直播间里。姚老师身高1.75米，体重103斤，现在坐在我们 XC60 前排的副驾的位置啊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车内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充足的。姚老师穿上高跟鞋，1.8米的大个子啊，然后100多斤的壮汉坐在这里，我感觉都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你看腿部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灵活的，头顶到我们车顶的距离也还有两拳左右的这个间距，而且左右活动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，坐上车会觉得很挤啊，不够啊，这种问题的发生是不可能的啊。大家可以看到姚老师现在手摸到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座椅下排的这三个按钮啊是什么呀？就是调节我们座位高低的一个间距的按钮啊。这个拐的呢，这个斜杠杠啊，它就是调节我们背部座椅前后的啊，背部座椅前后的。那现在这个横杠杠呢，就是什么根据你自己腿部的位置来调整的啊，自己腿部的位置来调整的。比如说可能腿稍微短一点点，比较小个子的宝宝就喜欢坐前一点，看到前路嘛，就按这个横杠杠的按钮往前。那如果要往后的宝宝呢，腿更长的，想要坐得舒服一点的宝宝，直接往后就 OK 了啊，宝宝们。好的，那还有一个这样圆圈圈的宝宝们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哎，这个就高级了，它是我们 XC60 非常有设计的一个特征，它就是我们的腿托了啊。像姚老师这种腿长的人呢，坐在车上它的间距不够嘛，腿就会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拥有了这个腿托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我们的这个腿托是在哪里？我们座椅的前半段有一个专门的腿托，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啊，是专门为这种长腿宝宝设计的这种腿托。你的腿放在这里，就算你长时间开车，或者是你长时间坐车，都不会。